今天在钢丝厂，我那天停到那个时候，这段时间的这个肥猪比较便宜，我买点回京高级，我这二天又贵得不得了。今天干牛摊，有时候又有时候没得，但是牛摊卖猪的人比较多，是便宜的话我就多买点回京高级，来准备好嘛，那不是，有时候是一二十块。今天有点冷，气温才8-9度，我感觉这春天像到冬天了你。7块钱冻油啊，保鲜油，不是冻油，保鲜的。保鲜的啊。对。他又来了。来了。还叫时间的叫。来个肉排，拿个鸡腿，拿个肉排。哪个最便宜？来哈。还买过最便宜的？最便宜的还叫都是5块，没听的，吃得香嘛。好。来不来？能不能给我？拿个就可以。吃得香，他妈就对了。吃得香，香菜主要是，啊，它好吃。卖了1斤，就是像是菜这方面的，不是就不好吃。买两根洋葱，二伯来帮我称斤。有弄厚的没得？没得弄肥，弄肥的。什么块细块，弄肥的。都可以噻，我要肥一点的，越肥越好。啊，那油啊。啊，那个油。对头的。牛奶都没得嘛，辣椒啊，10块钱是吧？我们点根儿没得。这我老板去拿去了，那天我御风长袖我啷个给他给他割去？他这牛摊又卖，他这叫我拿，我喊他拿最肥的。现在的这个油是便宜点了，我记得去年我们买那个是400块的肥肉吧？现在才700块，好的好的，硬是不得了了，我才10块那就。把便宜了一半了，必须要买点回去吃成去。那时候高级就看了，不管卖完了，来安分了吧。现在割肥的人还多，可能个个都想到这儿便宜，多买点来充饥。那个油的，那个油那个有钱不嘛？哎，太少了，我多买点，我买过1-20斤。1-20斤。算了，下水，来吃了今天。2人上来买，那我每次照顾你。你把泡子肉，还有点网油，还有点肥肉，没得好多，我喊老板跟我一起，统一的一个价，这个价。老板不干，到在老板儿，你要我价钱贵点儿。哎，7块钱，都给你周转不交呀，老板儿。人家卖的9块钱一斤嘛。没得，我看到我那辈子都卖的。哎，老板，7块钱，我几个年呀？啊，7块钱就行了。老油就肥。泡出去嘛，你好。哎呦啊，这个5块钱。渣渣皮皮的嘛。没得，你切啊，你的嘛，你那个。好，洗了哈。啥子要了好长一截了，你看全部肥猪清洗之后就挣了挣。感谢了，感谢了。真的不你抓着正儿八经，相当于15块的。15块的。正儿八经的，开始是7块钱都不要，你可能你要跟你人比嘛。哦，你那相对比你能力是相对掉的货猪。对。要得，谢谢啊。不用谢。吃和茶都可以啊。哦，吃和茶都可以，少吃点哈。开水烧起，洗一下，然后喂了3斤。